玄彬孙艺珍世纪大婚的这天终于是被我们等到啦。原本外传今天上午11点将在首尔华克山庄大酒店举办，不过今天喜帖内页曝光，确定为台湾时间下午3点举行。小两口考虑到因为是在平日，有些人比较难参加，所以选在下午举办，还可以看到汉江的夜景，实在有够用心。而因为该场地拥有单独通道和专属大门，并且只要进去都会有保全严格确认到场宾客身份，外人可以说是完全接近不了。据现场保安表示，有几家媒体是来了又走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婚礼请柬上写的名字是艺名，并不是他们的本名金泰平和孙燕珍。两位因为都已经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超贴心选择了客人都熟悉的名字，因此婚礼大厅里新郎和新娘的名字很有可能用艺名代替。越来越多的消息出来，完全是太期待了。